OK， 我们借由这个小道具来操作。假设这个是我们的胸廓好了，然后这个蓝色气球是我们的肺部，然后这个黑色是横膈膜。吸气的时候，横膈膜不是往下拉吗？所以你的肺就会扩张，就往膨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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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膨胀。OK， 那放松之后，这一块橡皮筋很大块的橡皮筋，它就会自己回弹回去。OK， 所以吸气变大，吐气变小。